高中生球员，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临场的发挥。高崇文上来之后，一个提前变向再传球，董浩漂亮，五号，好，比赛继续，假释江雄，变向突破，哎，漂亮，高打板。 陈金凯，漂亮的转身，高崇文还是挺厉害的，不愧是最强高中生啊！哎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高崇文。 高崇伦，哎，我，巧，而且呢，用一句对抗，好球！来，江雄，哎，防得不错啊，对。 俊波老弟可以啊！高崇伦，董浩，pushing foul，身体力量太好了，哇！哎，掩护掩护，快坐坐坐，金凯，往车上点车上点，加速，转身，很强的对抗啊！哎哎，哎，熊，抱一下抱一下，熊。 第一脚的三分球，二次进攻没有，还是篮板拿到，陈新凯，董浩，哦 ，lucky shot，加油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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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
防守啊！两个后卫也太猛了。董浩，犯规 ，two shots。哦。好 ，CUBA 现在落后两分，魔都体院。但是进球有效，三分球抢到，高兴的太早了，董浩，好准啊，他进了仨了。程新凯，高崇伦三分球，不愧是在美国的高中生，他的本校历史第四位1000分的球员啊，篮板，董浩。高崇伦，再来一个！最强高中生不是白叫的，啊，高中生要赢了呀！看这个提示了。更强的对手，我就会打得更好，因为我就更认真的打。三分球，篮板。好，高中生的球，张静波最后碰出底线，回家。董浩打板没有能够命中，哦，非常努力的救球，别急，加油！来，我们给双方的运动员来个掌声，来吧。驾驶江雄再加速，漂亮，很硬，打得很硬。第一步生吃，
向我们展现了很高的强度。不能放了啊，董浩！董浩，董浩，给底下。哎，你往出给呀！哎，球啊！太激烈了！哎，外边这俩点挺准的，就早点传出去能投一个。所以他们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老是觉得靠个人能力去得分才是表现，对，你懂吧？去。金凯压一压节奏，没有，很有经验啊！哎，最后一秒的出手，篮板球没有沾筐，14秒进攻为例。来，我们全场再一次一起为双方加油！一二，加油 ！Nice cut。出界3秒钟 ，We have a tie game. We'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some buzzer beater. 绝杀了，要绝杀了，要绝杀了。CUBA 的球员能不能完成压哨绝杀？3秒 ，3 seconds. 2，1。灌篮，我觉得他们。